大家好，我是 Adam， 好久不见各位。你在拍吗？是，我在拍啊。距离我们有多久没有回来这个熟悉的地方了？我应该有5年了。我应该是3年了，3年多。我们现在是在槟城的国际机场，等下我们会去 KL 先，过后我们接着就会去。你们猜看是哪里？我们等下见。经过刚刚的飞行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吉隆坡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等晚上的飞机再飞去。你们猜？天已经变暗了，我们是晚上的班机，是大概9点多 boarding。所以现在我们打发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夕阳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OK,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 boarding area 等了。我们其实是要去韩国，然后很神秘。是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去韩国的话，是需要准备两个文件。两个文件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 KDA 啊，KDA， 然后第二个是 Q code， 然后 KDA 你可以去上网申请，然后要付一个大概马币30多块。Q code 就是你可以像 KDA 这样子申请吧，然后填 form 好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拍，就是在那边。是要讲去用。下飞机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去 check 那个 check in 的吗？是，这里就是要一下飞机就是需要 scan Q code 的。然后才可以进去，所以是要下来然后去那边的湾拿行李啊。这一下，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抵达这个韩国仁川机场了，然后。刚刚拿完东西，然后也拿完 SIM 卡，然后我现在是要去搭火车，辛苦了。是的，我们来这里买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安华鱼。请选择出发列车。现在几点？来不及了，来得及。选择乘车人数后，请按下确认按钮。确认。请选择购买方式。购买车票。哇，这个灯光，好美啊！是啊，是的，就在这里。安华鱼。那9000算呢？正在发行车票，保证金可在下车站点的保证金返还机中得到返还。收一下。车票发行完毕，如需现金发票，请选择。Okay, 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。要过了。Thank you. 哇，真的是很重。
但来到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来看看这边的人潮是很多，但我们在等这火，这是叫火车？地铁，但是应该在我们那边是叫火车，直通车来了。出来这个站了，就还这个钱。有一个100块呢。500。看萨米达。刚才没有拍到给大家看，那个人潮真的是太多了。希望上去就是我们酒店了，是吧？我们从昨晚开始，下午1点到现在，应该接近快24小时了，在交通工具的 transport 上面，都差不多到了。终于，现在我们要到了，就到我们的酒店了。这间是蛮多人推荐的 Grand Hotel。Yes。旋转门，太紧张了，这小姐。忙着 check in， 然后还有去买早餐，而且是很累哦，因为我们是拿很多东西，真的是拿两个行李大的，然后又背，然后又拿一个手的，然后又走很远，而且刚才是遇到他们上班的时间，地铁超多人的，真的是很多，啊，我背就是背窗子那种进来的，兜兜转转，然后也找一些站这样出，然后。我们就没有这样多时间拍，然后就是买早餐，然后就回来酒店，然后刚才也是马上就躺一觉，然后醒来，现在也是差不多下午1点多，然后现在等一下我会简单介绍就是我们的酒店。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就是厕所是长这样子，是蛮干净的。然后接着就是，睡觉了，真的是就很简单啦。然后我觉得也是刚刚好了，就两个人啦。如果太多人的话，就完全是没有位哦，而且行李也是没有什么地方放。嗨，啊，真的必须要买这个，然后还加这个 converter， 然后就是因为它是虽然它也是国际插头啊，不过它有一个板遮着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这样子 extend 它出来，啊就啊真的是，然后这里的风景，现在太阳是很大。
也其实也拍不到啊。OK， 不用紧，我们俩出去再拍。然后就是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出门了。小姐的穿搭。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满两下就是感觉它的温度是大概十多度，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先去弄我们的他们是叫 D-Money 的 card， 然后就是给我们搭捷运啊还是搭地铁这样子的，就是一张卡然后就 settle 全部。我们刚刚有一点走错，我们应该是要在我们的酒店的7-Eleven 先充值，然后才可以去，因为我们以为是来到这里的那个充值站就可以，但是这里好像是早没有，所以我们 check out 是在 7-Eleven， 所以大家以后来的时候就可以在 7-Eleven 先充值，然后再下来。这个是单人的escalator， 因为看它只可以一个人站这里。现在我们来到他的这个算是市场啊，欢腔 market， 那应该是啊，对。哎，兜兜转转已经走到来了。这里它有分很多，就是关于布料，有刺的，有衣服的，有玩的，有五金的，所有东西都有，玩具也有。现在终于来到这里，才是真正是超多，这里你看有超多果皮在这里，什么食物都有。这当道是什么来的，很出名哎，你看人潮这样多哎，还要不知道要不要吃看是什么来的，像是那种好像甜甜圈这样对，很窄哦。现在我们来吃这个是炒年糕，然后这是炒不知道什么猪肉，就是他们可以在这样子就坐下来吃而已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坐着吃，是吧？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吃，然后我们拿一个筷子吃，看一看好吃不好吃，我们来试一试看。这是他们的炒年糕，应该跟我们马来西亚有点不一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长这样子，很厚一下。那我们找一间，这间叫做设计蛮不错的。哦哇哦，这种小小样的东西哦，蛮不错。香水啊，小小的装饰品，酒也有。这是什么？有点看不懂韩文的吗？这里也有一间很出名的这个 cafe onion。还有很多种，但是我们要去别位才是，只是刚好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，但是我们一走过来可以嗅到的味道啊。出多少钟？你看你吧。OK， 那个看咱们的。OK， let's try。好喝。
甜甜的。它是怎样味道？你形容看看。有点像玛丽。玛丽。是甜甜的。是啊。冷冷的。嗯。凉凉的。给让专业的来介绍。它一喝下去的感觉是像你所讲的玛丽，但是它那一粒一粒哦，是它会在你的舌头融化去。是，你喝，它名叫什么？甜西米露。我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个，就他们是用这样榨出来的。这里也是什么？这个西米露，我觉得蛮出名的在这里。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来这个地方拍，真的是超多人拍，最多人拍就是他们。然后，对，慢慢来，咬一点小口，怎么样？形容看一下，有炸过甜的，有炸过甜的，等下我们来试试看。那我给他看照片。超多人了，我们等了大概十分钟。好重。哦，它不是像油炸过，它是像含金饼，含金饼，然后上面有铺一层糖。然后你吃起来就是它，因为它先炸出来，然后又烧又烫，很好吃的。过地面了，七六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the building， 真的是很壮观一下。Oh my god！ 大家可以看到吗？长得有点像图书馆，来这。哦，这是 building。Check this out， 它上面还有一层哦。嗯。然后。哪看？我们应该是从这边进。这边进，好像我们在这里哦。它上面一层，那这边，等下我们来这边拍。嗯。哇靠，很大！它这个是 inspired by 就是石头的，但我们来看它解释。复古电视，哇，这个真可爱，而且是索尼的，发现这些可爱的，这个不给看，这个感觉哎。喂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哇，在那边这样子走也是蛮享受的。重点是什么？是冷凉。如果在马来西亚能这样子，就是奇迹啊！可以穿这样子啊，我会穿这样子。
突然间着火起来，或者是电，你们可以听到他们的效率真的是很快啊，已经听到声音来了，救火车已经破门进去了，不知道里面有人吗？希望是没有人。今天你们也看到我今天穿是 The North Face Bag， 好，帽子也是。So， 刚刚我们从迷东站一出来，就可以看到这间 The North Face， 超大间的，有没有看到？So， 等一下我们就是吃了饭，吃了晚餐过后，就是一定要去那边参观看看。Let's go！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韩国的明洞站，傍晚的六点多来到这里，天气刚刚好，温度刚刚好，是蛮不错的。哦，那个冰淇淋啊，哦，现在我们来这里的 Food Locker。很大件的 ，Let's go， 让我们看一看，哇、哦，真的是很大，这里，这间哦，然后其实这间就是苹果的专卖店了，全部人在里面选苹果。你多少？好。我要买个鞋。我们是来这间，哇，蛮有历史的，你看，1987年。就是说，误打误撞。误打误撞就来了这间。是。就是啊。对，我刚应该看介绍先。我去买了个轮子。嗯。我刚刚来的这个是。面跟一些小料配料，还有这个汤。你是说是醒酒啊？醒酒。好像是面啊。汤池是免费的，然后这是我们刚才点的是2到3人份的五花肉，然后这个是。泡菜，但是看是五花肉还是三层肉，还是三层肉，啊，这是小料，这就是汤面线，这样子，大家来吃看看，太老了，感觉看得到。配了姜了，很润滑，就是很不会很软，也不会很难咬，入口即化，我会啊，原来是这样形容。刚炒的泡菜，到处的吧。现在还来得一样这个，尴尬了，这是。是哦，该呀，难怪啦。camp 是圆形的，哇，里面蛮大的，然后这里有 cafe， 只是关了。
可以定制自己的。很遗憾，最后还是没有买到，因为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东西。是有一些想要买，但是觉得买回去，然后马来西亚又有点热，穿不了，所以就扑空。选择飞涨了。